姐姐，你的身体可有不舒服？怎么了？是孩子不好吗？奇怪，真的没有不舒服吗？没有。那我再听听。你的脉象有点乱，可能是刚刚着了凉。姐姐，你先睡一会儿，我去给你熬个药。我真的没什么大碍吧？没什么大碍，你就给我好好躺在这儿，我去给你熬药。姐姐，你说今天那两个逃兵说的神秘高手，是不是北杰哥哥啊？他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他不会有事的。他调关寻人，专挑一些偏僻的关卡，必是料定我们不会走重兵把守的萧阳关。河峡布防的萧阳关，他是不会去的。那就好，可是……可是我们的计划不变。你也别太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姐姐，你连我要说什么都知道。来，快睡吧。好。姐姐，嗯，你不想他吗？想啊，怎么会不想？不管跟他分隔多远，总是觉得一回头，他就会在我身后。北杰哥哥会为了你放弃一切的。可我跟他在一起本来就是一个错，我害他的难道还不够吗？我不想让他再为我放弃些什么了，这对于我，对于他，都是一种折磨。怎么了，大姐？你有没有银针啊？这穷人家哪有什么银针呢？那普通缝衣服的针也可以。缝衣服的针有，
你要干嘛呀？你先别问了，快借给我吧。行，等等啊。哎，就这个。哎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来不及了，我等一下再告诉你。姐姐，你再忍一下，再忍一下就好了，马上就好了。疼！好了好了。姐姐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胎象有点异动，别担心。好点了吗？疼，还是疼。那没办法了，我只能扎肚子了。等一下，会不会伤到孩子？不会的，相信我。好些了吗？姐姐，好些了吗？孩子有没有事？孩子，没事儿，别担心。姐姐，你本来身子骨就差，以后别逞强了。像你这样劳心又劳力的，哪个人受得了啊？如今，你得好好的补补身子了。我们应该去买点药材，这样你的身子才可以调养好。子君，我们没有时间调养身子了，我们明天必须去趟襄阳关。襄阳关？我们去襄阳关干什么？你不是说北捷哥哥不会去襄阳关的吗？和霞的计谋绝对不止于此，我们必须去一趟襄阳关。不管他去不去，我都要去看一下。万一他去了，我要去给他通风报信。姐姐，你说这孩子也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可是每次受苦的为什么都是你一个人？因为这是北捷的孩子。好，明天出发前我去帮您采点小牧草，早点休息吧。白姑娘，身体可好些了？是呀，昨天看醉菊那么着急的过来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。昨天要多谢大姐和大哥的照顾。哎呦，这明明就是我们拖累了你们，要不是你们俩，我们还不知道被那两个坏蛋怎么折磨呢。两位姑娘，你们这是？昨天晚上打扰了，我们现在要继续赶路。萍水相逢，能得到二位这般照顾，如此大恩大德，娉婷真是莫齿。哎，别可别这样，别这样。两位姑娘，这明明应该是我们谢谢你们呀。对呀。哎，姑娘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们去大梁。那走襄阳关啊，特别便捷。可是这路途遥远，你们俩又没盘缠。等我一下啊。哎，姑娘，稍等片刻。嗯。来，这个拿着。这是，这都是些干粮。你们因为我们没了盘缠，独自上路，我们怎么过意得去啊？东西虽然不多，但是能填饱肚子，别嫌弃啊。这是你们的东西，我们怎么可以拿呢？嗨，我还有阿汉呢啊，别担心，对，我们是饿不着的。姐姐，这是大哥大姐的一片心意，我们就收下吧。多谢大姐，多谢大哥。路上小心点啊。要你们有什么用？告诉我，这白兰境内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老实说，是不是他说的？驸马已经暗中派人布防襄阳关了。是，襄阳关城守罗浩是今驸马一手提拔的边关第一悍将。
又被他抢了先机了，你马上给我派人去襄阳关，无论是白娉婷还是楚北捷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白兰境内。 岂有此理！ 这大叔，哎，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女子？啊，往那边去了。好，多谢。 不见你的踪迹，莫非你要翻山而行，山中险恶？你一个弱女子，如何照顾自己周全？娉婷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娉婷！ 客官，客官下来喝口水吧。掌柜的，有没有看到两个女子结伴而行？一个穿白衣，一个穿黄衣。有，是那边去了，说是要去萧阳关。萧阳关，这，哎，这不喝点水啊？ 怎么走啊？萧阳关啊，从这儿下去就是萧阳关了。姐姐，哎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姑娘，刚才你们俩不是从这儿走过去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掌柜的，你莫不是记错了吧？我们是第一次来这儿。嗨，我怎么会记错呀？刚才还有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骑着一匹骏马，还找你们呢。姐姐，走了。哎，姐姐。 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有人一路引王爷往萧阳关走，王爷有危险。啊！是谁指使你们假扮白娉婷？今天只要取你首级，旁的一概不知。拿命来！
你们走吧。就是一人连挑我白兰树冠的楚北杰，我看不过就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，咱们驸马殿下不过略施小计，你就乖乖上钩了。把这些衣服拿给罗浩。是。听听，卑鄙小人，竟敢以我爱妻之名诱我！哎，姐姐，吴北杰，别出去！英勇一世，栽在了女人手里。今天，你是插翅也难逃了。战神竟落得如此下场！取了你楚北杰的项上人头，我罗浩也不枉此生了。是啊。子君，如果我们俩有什么不测，你就自己走。不行，姐姐，姐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一个人死，要死。我跟他一起死，不行！你疯了吗？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！北杰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死。Thank you.
王爷策马！啊！啊！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刚刚那些人，他们是谁啊？我认得他们。他们是当年进粮交战，留在白兰的禁军。王爷现在暂时没事，放心吧。那他们是自己人是吗？我们快去找他们吧。自己。王爷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我也不愿意再见到他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回到我们原本的生活轨迹中，才能保他的平安。我会按照原定的计划，翻越松森山去大梁。姐姐，王爷今日伤得很重，我希望你回去好好照顾他。我不要，北捷哥哥他有大晋的将士，他有楚墨然，他还有陛下。他是个男人，姐姐，你就一个人，你还这么虚弱，肚子里还有个孩子，你不要抛下醉菊好吗？醉菊只有姐姐一个人了。醉菊，姐姐，王爷醒了，王爷，你可算是醒了。来，你可醒了，用不用给你找个大夫啊？我没事，多谢各位医师。末将等救驾来迟，还请王爷军法处置。快进去。你们，原来是你们。各位快快进去。谢王爷。王爷，当初支援白兰一战，王爷命令我们暗中驻留在白兰，虽然身在异乡，但我们心系故土，随时随地都在等候着王爷的召唤。没想到默然将军前几日前来托付，说王爷近日会至白梁交界处一带，让我等暗中协助王爷。我们一路尾随你的行踪而来，只是没想到我们还是没能及时的赶上，我等实在是心中有愧啊。诸位兄弟匆匆赶来，已经是冒了奇险，北捷中了奸人计策，多亏诸位前来才能脱险，该是本王谢过各位才是。我等都是王爷的部下，自该誓死追随王爷，为王爷效忠。此次白兰之行，并非征战，只是本王的一己之私。不为大晋，只为无期。北捷不想牵连更多的人，诸位也不必冒险追随北捷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当初是王爷你带领着我们浴血奋战，沙场上拼过命，刀口上舔过血，这条命就算是给了王爷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我等早就将王爷当成了我们的亲人，就算是家里的亲兄弟，也未必有这般过命的交情。王爷，我们不怕，我等愿为王爷两肋插刀，生死效命。生死效命。
诸位既然愿意和我楚北杰生死与共，我楚北杰如何能辜负诸位？如蒙诸位将士不弃，我楚北杰今日就与各位将士生死与共，此生不忘此恩。北杰先谢过各位。王爷，既然以兄弟相称，你应该叫我楚兄。是，楚兄。各位请坐下。好，坐。如今白兰的情况北杰一无所知，不知道诸位有什么新的消息？楚兄，这些日子我们在白兰已经打下了根基，人数挺多，如果你一个人想找到王妃，恐怕是势单力薄呀。这事不如交给我们兄弟们，我们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，还请楚兄安心养伤，静候佳音。好，北杰再次谢过兄弟。哎，客官，买东西吧。哎，你瞧瞧，哎，都是上等货。老板，同款同色，我来试套。好嘞。哎呀，您稍后啊。大爷，这十套是您要的，一共是。大爷，这小店找不开呀！人呢？追！公主殿下，刚接到边关密报，驸马正在召集兵马前往萧阳关。老夫以为他对白平亭没有死心。绿衣，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丞相，白平亭他人在哪里？据边关驻将昌将军说，他的手下刚抓到两个逃兵，
曾经看到两个姑娘在松森山脚下现身。松森山？本宫听说这松森山脉凶险异常，异兽云集，就连当地的住户都不敢上去。难道这白娉婷她胆大包天，想要翻越松森山脉去往梁境？据老夫以为，这种事极有可能啊。当世女子除了白娉婷，本宫还没有佩服过第二个人。如若她跟本宫之间没有驸马，本宫愿意拜她作为女相，由她和丞相辅佐本宫，本宫定当高枕无忧。只可惜世事难料，如若这一次楚北捷找到了她，必是如虎添翼，而我白狼王朝也将难以一统天下。那公主的意思是杀？老臣领命。不过驸马那边？驸马他一直都在驸马府，而本宫也一直都在宫中，各主其事，各司其职就好。我怎么记得丞相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去做呢，怎么还不去忙？臣领旨。派人给昌将军传话，让他搜索山脉，发现白娉婷立刻诛杀。是。等等，告诉他白娉婷常年头上戴着一根夜光玉簪，可以以此为据辨别他的身份。去吧。是。陛下，谢太尉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情况如何？镇北王，如今陛下，陛下保重龙体。寡人时日无多，还有什么可以保重的？让太尉找镇北王许久，如今连人影都没见，何时才能找到他，让他继承大位？陛下，
犯下暗旨，找到白娉婷的下落，就地宣旨，封她为王后。白晋对峙，大战一触即发，突然又各自收兵，国丈意为为何呀？啊，听闻是白兰耀天公主以一己之力亲自到阵前劝退晋军。耀天公主视巾帼不让须眉，能勉力制衡朝中军政，但要靠一言一行退万军于城下，国丈未免也太高看了他。白兰动荡多年，国力空虚，任晋军萧纪长驱直入，直逼云安城下，但王气不绝，一定要打。即使白兰可破，坐拥天下第一猛将的大晋也势必会元气大伤。这本是我大燕黄雀在后的最佳时机，但有人书信一封，同时保全了白兰和晋，保下一个天下军事。此等智能，放眼望去，独有一人。哦，得白娉婷者得天下。你说的是他？一个白娉婷弱智纤纤，竟能动摇天下之事。此女一日不为我用，寡人一日不得安眠。国丈，这是家事，更是国事。国丈定能知其轻重。陛下忧虑，吉人自有天相，白姑娘天资聪明，自然会逢凶化吉的。派人去打听白娉婷的下落，有消息了吗？陛下放心，既然白姑娘是陛下心愿之所在，臣定当竭尽全力圆了陛下的梦。臣马上派人去查找，一有白姑娘的消息马上禀报陛下。还是国丈知我心呢。能为陛下分忧是臣的福分呐。大人，怎么了？费兆兴在哪儿？这个小的也不清楚，好久没有看到他了。怎么，大人，你要找他？白娉婷一事，陛下已经对我有所怀疑了。费兆兴，他知道我过去干的一切事情。这个人奸诈狡猾，是个靠不住的人。找到他，灭口。是。等等。见到陛下。是。这